我现在听到这种声音哦，恁爸真厉害。我跟我家人啊都是学钢琴的，而且我爸妈还因为这首歌给我请假的意思。你嘛该拜托的，哪有人去用放手下音乐去好命呀？其实啊，你刚刚讲的那件事，我自己有点困难。那就是我们都认识某个看得到却不存在的人。啊，你怎么知道是谁啊？不管你有多努力的尝试，你永远都摸不到那个人。好啦，我知影吼，你肯定不是。